大哥，他说你好，他不知道咱在威胁他吗？扮猪吃老虎了吧？别麻痹大意。你为什么最近总接近林爽？你到底什么身份？你是谁？我是沈默人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人？是我们问你还是你问我们呀？哎，是不是受过专业训练？说，你到底是不是同行？到底什么人？我就是沈默人呢。他挑衅你！给我上！弄他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一帮老司机呀！哎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我高手啊！实在对不住，管教不严就放出来了。各位大哥，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，我们回去一定好好整治。嗯，不是，等等。你们到底谁啊？前女友，果然是同行啊！佩服，幸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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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佩服。幸会，外练一张嘴。八百标兵奔北方，炮兵并排每边跑，标兵炮，标兵炮，标兵炮，炮兵炮。内练筋骨皮。哈。外婆，你来了怎么也没说一声？你这干嘛呢？外婆呢，就是来看看梅酒坊你经营的状况。非常好。过来。你，哎呦，默人呐，你看看你，才几天就瘦成这个样子啊！肯定就是你，不知道怎么欺负他，你看我怎么来收拾你！金麒麟，上来一下。你下来，想要找我谈，去我办公室。坐，别拘。桌面凌乱破损，代表内心阴暗，对生活没有规划。抱歉，我只是不想让这种生活环境影响到我的情绪。我只是来通知你，你最近侵占了太多公共空间，而且很多客人都跟我投诉说你态度不好，整天一张死人脸，跟谁都推荐去嘛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把花店的业绩做起来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再把这里租给你。不租就不租，我还不想租，怕你。我们不做了。什么？你这金家大叛徒啊！刚才那些都是一场误会。其实呢，我想给你派一个最得力的人士，伟大的科学家，在线里读过家，能潜伏，能色诱。不可能，默人呢？他刚刚从乡下来，那我可得带他去看看这 beautiful 大上海呀。默人，金外婆，其实我是有计划的。一，我们打入敌人的内部；二，进入培训班；三。偷拍拿上去。姐夫，什么情况？一家三口挤了肉包，这个沈默然就是来钻军夺位的。的日子，你能陪我来上货，我已经特别开心了。哎，你喝点水，千万别中暑了。哎，
哎，贝贝，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跟你说。你说，我其实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，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。咱们不是接了一个前女友的工作吗？沈默认已经发现了，是红太阳保险公司捣的鬼，但是他又被外婆叫了去，外婆知道咱们做的是跟媒婆不太相关的事情，所以我跟郝公关决定打入敌人的内部，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照顾花花店的事情。你也知道这个苏大伟多恐怖啊，我们要是不干活的话会被扫地出门的。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？哦，就是以后花店的工作都交给你了，相信自己，世界是你的。把花带回去了以后，记得放好，浇水、除虫、绣花泥，包装微笑，伺候苏大美，相信自己，你一切都是可以的。哎，你比较辛苦，所以你拿着。你不是说带我们俩见了负责人，就有钱拿吗？怎么叫我俩在这钓鱼啊？你是不是骗子？所以我说啊，你是成不了大事的。要不是沈默人最近有事加入不了我们组织，推荐了你们两个，你俩就算倒贴钱也进入不了我们组织。老板你好，我是金麒麟，久仰大名。你神经病吧？我就一钓鱼的。老板您就别开玩笑了，这池子里面都是草鱼，您用的鱼饵可是螺蛳肉，要么就是您不懂，要不就是你在遮掩一些什么。而且我们来了之后你一直在看我们，是在等我们吗？准备鱼饵的人开除，是给点赔偿金。 OK。 哎，老板，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呀，他们两个特别的可怜，真的，他们。所以。哎，别。别走啊，是好事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哈，这位是我表哥。这位呢，我来说吧，他是我姐夫，他是他表弟。不明白。就你这智商，还当业务员呢，还发展下线呢？再说一遍，他是他表弟，他是我姐夫。你们的关系我懂，可是你们来干什么？我想做，但是。临时有事儿，他们俩是我们家族最聪明的两个人，一定可以。我们公司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。你以为我们想进入你们那个坑蒙拐骗的组织？我们都是为了他。小姐，友情提示一下，我是知道你们的公司内部结构的，你们除了拆散别人拿提成，拉我们这些优质人士也是可以拿提成的。好吧，那我考虑一下。控制一下情绪。特别的像老板的巴掌。这个人怎么，古文和英文混一起说？装逼呗。外婆现在中英文夹杂的，相亲的几率就高了很多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我们儿子要被赶走了，你赶紧去想办法，快点。快点，想办法。江总，哎，我操！这是江总，我曾经饱受被甩的心酸，我12岁被一个负心女子狠狠的抛弃，13岁一个负心男子从我生命中消失，14岁两个负心女子和两个负心男子都离我而去，15岁结婚且爱心，我女朋友跟着她男朋友的女朋友跑了。
准备道具的开除，赔偿金不用给了。是。16。到，啥也不用说了，起来吧。今日一见，而为青年捷俊。然吾等纪律有言，同行者若不结为同伴，便恐有疏。这位小兄弟，印堂发黑，腮瘦脸尖，恐难适于吾等合作呀。走，吾等江湖再见，就此别过。哎，哎，公公，你确定他们大本营在这里？我特意让沈默人去问他。那个林爽一见他呀，什么都说了，还邀请他今天来这儿听他的汇报讲座呢。要是录下来，咱们的事儿不全都解决了呀？嗯，正义的化身，维护姻缘的力量。觉得一切猜是人家姻缘的都是耍流氓，我已经给他把这个组织描述的惨绝人寰了，他现在内心的仇恨之火已经熊熊燃烧了。左三圈右三圈，胳膊扭扭屁股扭扭，咱们一起来做运动，一起来，来老铁，准备了，小发财，准备了，红太阳。村里县里多了很多奖好是吧？荣誉是外婆的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太好了，今天晚上你负责侦查，我你负责应对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这个专门拆散别人姻缘的培训班，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，完全消失，完全消失。安静了啊，安静一下，安静一下。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我们班的优秀毕业生林爽同学。下面时间就由他为大家带来心路历程的分享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爽。首先呢，我要感谢老板对我的鼓励和支持。之后呢，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、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、大姑父、小姑父、大姑父、小姑父、大姨妈、二姨妈。这感谢得有十分钟了吧？倒是说正事儿啊，不说正事儿，这哪是证据啊？这办大事都有点耐心，况且坏了，摔了。无人机被捕获了，公公，你负责掩护，我先动。老板，谁欺负你？告诉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还真有人欺负我。谁？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我。你想把我怎么样啊？嗯。门口还有话没叫，我去叫。怎么样啊？你们仨反省的怎么样啊？真的，我现在去给你买个冰淇淋，赔礼道歉。夜不归宿，携带武器，好好的一个墨人，现在搞成这个样子。你们俩说你们没有不务正业，可是我来到这这么久，我可没见到一单媒婆生意。没错，我全看过了，一样媒婆的东西都没有。说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找一下他俩。咱们不开业，不开业，你败家，有生意不做。
来来来，这位小姐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哦哟，你看看小姐你，红光满面，肯定是儿孙满堂，幸福美满。我告诉你，无论是老公还是男朋友，绝对对你是死心又踏地呀，绝对不放手的。外婆，其实她就是我们的客户，她跟她老公就是通过我们认识的，他们两个人马上就结婚了，结婚照都拍了，给我上。哎，结婚照，你看这结婚照多么郎才女貌，多么般配。哎，真是她呀。哎，干嘛？谁和杜邦美满幸福了？我交代给你们的事情，你们到现在都没给我办成。昨天那个林爽又哭天抹泪的去找杜邦，我们俩彻底完了。今天来我就是告诉你们，钱我是一分都不会付给你们的。而且我交给你们的任务，你们到现在还没给我办成，还嘲笑我，我要告你们。别，息怒息怒，我们一直都在帮你，而且我们马上就要抓到林爽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林爽她根本就没有怀孕。那你们抓到她的证据了吗？把他给我扔到杜邦面前，还差一点点，那我还得告你们。别呀，息怒息怒，咱们做人要平和。我们就是希望你全面配合我们，我们让林爽无处遁形。可怜我吧，突然就没有腿。谢谢。可怜我吧，突然就没有腿。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收回去，别挡道。可怜我吧，突然就没有腿。可怜我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齐林，啊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既可以去欺负一个弱势的乞丐，现在又来喂流浪狗。拜拜。走吧。班长，城管来了！职业的。回去了呀。你来这什么？外婆给的，她让我保管。哎，林爽，我有好办法。琳达，这是杜邦和苏菲分手的证据。你要跟我分手是吗？我说过了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再说一遍。分手。不错，你确实很有潜力。苏菲和杜邦的保险金额可是 S 级，他们要是结了婚，我们公司可是要赔一大笔钱。其实啊，我也是凑巧，正好杜邦啊是我的前任，我鉴定起来比较方便。我呢，很感谢领导对我的栽培，我要努力的地方啊还有很多呢。Good， 现在我要代表公司对你进行奖励。哎，谢琳达，这个江总，这是解约合同，这个赔偿金。你不是正式员工，所以没有分成。如果公司每一单都分给你那么多钱，
我们就不用活了，对吧？来，祝你下一份工作愉快。想告是吧？欢迎啊，在这个房间里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。无耻！拜拜。林爽，我有好办法。我们就是希望你全面配合我们。分手！想告是吧？欢迎啊！在这个房间里啊，这句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。啊，谢谢。不用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那个人啊，可真是个老狐狸。还好呀，我没有拆散他们，要不然可真是得不偿失。那样做不好。是不好，不过呢，我觉得认识你呀，也不是件坏事。我。好了，我要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我市刚刚破获一起诈骗案，红太阳保险公司旗下法人江油被立案调查，其公司存在恶意骗保等违法行为。那目前呢，根据知情人士提供的证据，被骗学员呢已经将原公司地址包围。孩子，有人吗？啊，你们好。哟，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物？但都为民除害了，我还不得表示一下呢。谢谢啊。好啊。